我发现拆金色的它会有什么毒蝎守卫队生存专家装甲，不知道什么东西，这好像可以拆，会有特殊的东西。金色好像没有特殊材料啊。有啊，我刚刚拆到一个，刚拆到一个特殊材料、欸，是哦，还去有什么？那可能要运气吧，因为拆过金色，他给的好像也是给到蓝色而已，然后都跟我讲过材料。啊，我有个超亮的，加成印。我要去弄东西，太多了。还好我先进。我先见之明，我先清过一次。啊！还不要疯！疯吗？人傻。Yeah， 俺是奥蒂斯。懸賞金がかかった連中を追跡する手伝いをさせてもらうよ。隠れてる人間を見つけ出すのは得意なんでね。楽しめるぞ、きっとな。え、あとで悬赏。没有，就是开启那个人。盗墓。次はもっと収穫できるよう再挑戦だ。残念だけど。那我先回那个。白宫。回小区啊。先把该开的开啊。还是你已经开完了。解悬赏可以顺便花一点浮屠战力提升。达到心理层杯机会。啊，どうもエージェント。艾玛，查兹是干嘛的？新的计划。话管你，点 M 六十复制品，好，西马克公园。所以悬赏是谁？这是摩根费里曼哦。摩根费里曼。干嘛？好呀。我说这个 NPC 啊。必要なものは何でもある。さあ見てって。哇，不要用金色都拆掉。有啊，贝泽陶夫织物皮毛。有东西。紫色就没有，这好像拆。不然就是紫色的也比较来てくれて嬉しいよ。暴击能恢复 15% 生命值，修复2%装甲，使用步枪收获。
伤害。下级的，现在二三，我可以换人事。钛金枪有什么？要问这白宫干嘛啊？绝技呢？这白宫。绝技呢？金枪拆掉就没东西，防具好像才有，就只有那个什么接受器，然后比较多而已。它是蓝色以上的材料吗？你是说特殊的东西吗？对，你刚拆掉的。特殊的是都是金色的，就那等级低的金色我拆掉。可能没有升等不会给的比较好的，我拆的了，拆解那个。我好像拆不出蓝色以上，拆蓝色以上，紫到紫色我都只有拆过很普通的东西。对啊，拆我觉得拆金色好像没有价值，但是如果之后要就是做出。有那些名字的需要用到那个东西，才会需要用金色。聞いてくれよ、エージェント。聞いてくれよ、エージェント。我只知道奇特材料应该是要拆奇特材料，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拿不到奇特的装备。奇特材料就是那个摇篮群那种啊，他不是说他升级他需要那个颜色的材料吗？对啊。但是我们现在绝对找不到、啊。どんな用かしら？哎呦！干！哎呦，叫不一样的呢。呀，艾杰多，哎，这哇，遥控距离好短哦，扫描也很短，天哪！阿光，爆头伤害是？什么？どうも。嘿嘿，因为我现在没有在看呢，你知道跳舞啊？抽到的，一万五四一零，谢谢支持。踢踏舞，金色的踢踏舞，我抽了。踢踏舞，然后把这些等级的都卖掉。在哪？曼尼奥尔特家。那我能用。様子を見に来たか？有エージェント。在想啊，蜂巢比起蜂巢无人机的那个治愈是不是比较好用啊？可是无人机会被打爆，会被打超容易被点的，对，它超容易被点的。是哦，我觉得蜂巢还是比较好一点。可是它 CD 好久会被打爆，但是蜂巢你可以丢在那个种掩体后面，所以对啊，不容易被打掉。对，然后无人机会傻傻，无人机它是直接飞着，然后傻傻在那边点要打。脉冲真的不行哎、欸，距离25，距离12了，这把等级低全卖掉了，不然，其实说真的，现在没有再配，根本也技能需求很多都嘛。来てくれ、エージェント。新的计划开放。あなたとならいつでも取引大歓迎。
最高の品を最高に安く、それがモットーなの。没有在配那技。怎么看自己有多少那个啊？悬赏的那个。但方针方人，哎、欸，哦，你有加入进球啊？呀 ，Agent， 元気そうだな。好、哦，看到球目标五个，那、啊、这个嘞？白宫一下，白宫好像有白宫二楼的那个悬赏，如果你有那个啊，就是白宫顺便看一下那个队、哦、是战队的那个商人有什么的。对啊，没有，我现在想说你有加入进球、欸，有看那个加入进球。我说我们上棍吗？对，我不知道谁申请啊，我不知道。是不是观众？所以看一下，他们在哪里啊？剑甲必须拥有，谁啊？八等，方圆呢？啊，在这里，搜一下好了。往下搜，反正。啊！接受加入失败、什么？这个商人像……哎呦，反正这样可以帮我们提升。好、哦，旧冠书要说他没有卖金装，差评。这许多重要目标。他怎么卖的东西没有我身上的好？不用金装啊，紫装就好啦，问题是没有啊。用悬赏任务来定位目标，在目标旁边好了。哎、欸，没错。我一出来就站在这。然后先去看那个战队那个。是不是走错边？下来瞬间走错边。有人看到悬赏那个吗？在二楼，然后在二楼，在二楼计划旁边。意大林，我刚回来说没有，这个会这样。你要小沙还没，那时候还没过来吧？可能吧，因为是我的吧？这也是他的那个啊，是吗 ？Group Augmentation 休息。加伤了有，所以这也没什么好东西啊。自选，哎，我很期待你有。对 ，Harry 有玩的话，他应该会帮我们累积。对。有吧？我在这个排行榜没看到他、欸，他应该会在哪里才对啊？奇怪，先进名单。还是他就只有前面前几名的？不可能啊！看到前只看到前三吗？太过分了吧！现在我只看得到自己的。我可以偷看人家的装备什么的、欸。件事，那你可以看他的那个、啊。見てくれ、必要なものは何でもある。对啊，他比不上我们、啊、在那边，他哦。对啊，不是比不上，比不，我觉得不是比不比得上啊，总会有吧，应该会列一排吧。应该不会。如果那种很多人的战队怎么办？他立一排，那岂不是就可能前十名之类的、啊？对啊，对啊，不可能，总不可能给三个也太少了吧？我是有看我自己哪边
你们看的不对，你们在前三名说。你看到你自己是真的没有？看 Harry 可不可以看到自己吧？是不是真的只有前三？他应该只有他看到他自己是多少。我因为我印象中我去看的时候，他也只有排前三。没有，因为你在前三名内啊。那你有看到第四吗？没有啊，我就我就、哦、好吧，那可能就是前三，然后加自己的名字。啊，对。很麻烦啊。对。他主要就是给你们看前三吧。贴。就是那三个比较屌。看看那个第一的，怕。哇，不是。你这说法太怎么讲？太拍马屁我都不好意思。就说这三个最宅，三个最宅。对啊，我的是一二三，然后我的最后一条是写着我自己啊。我的也是这样。大学上给你看前三啊。北大二等兵。他说不是你有按那个啊？还要启动目标。没有前一项。还说他的前一项是指。上一周，对、欸，要用买的，好像是。这个可以，这个目标情报只要两个，要打打看吗？开了谁？在宪政大厅，港湾行动那个，就是我们应该是我们失败那个。目标，点数好少。还是你要先打那个、啊，你那个校区那边的那个控制点，两个都还没打，把它打完。支线你没打，校区的支线好像还没。支线的经验值好像是那个控制点的两倍的样子。真的会清，不可。不低价促销。所以他悬赏是有分哦，我以为大家都要五哎。我刚看以为大家都要五，好像没有。哇，还有要十的。世界末日。是他刚开出来困难。你是抽箱子抽到的？我抽箱子抽到这个啊，跳舞动作。啊，去哪里啊？啊，控制点。校区的控制点，抢下来。现在服装在打折耶，好笑。套装在打折，都打七五折。可是问题是套装抽得到耶，这样会有人特别想去买。秀冠都抽了两套。有啊。没有，我没有刷一整套，我是抽附近而已。就是、一个可是也很厉害，然后还有之前人家那个手机不是什么城市追击者，那个我也抽到两件。我抽到鞋子跟衣服，没有，有人不想抽，他就直接买了，你懂吗？可是城市追击者原本是那个、啊，原本是就是 A P P 的那个，就是像 Pokemon 那样，到了，还在等他。Are you ready?狗狗，以内，旺旺，在旺旺什么？会语控制。那奖杯是干嘛的？什么指挥控制？那个，可能是控制点一定数量吧，大概。你们自己打起来了，有平民吧？我猜。増援目的地に進行中。
到有人直接跳下来，从高处直接跳下来。哎、欸，后面，他怎么直接冲我？我们后面有人啊、哦，后面。前后都有人。Helix， 这姿势的，把这个人打死。现在真的是无人机要挂，上就关，就关你的鞋。走，我在，我到了啊。你在哪？有机枪趴着。我先听对面，你们继续解决。车、欸、车，打爆了。二楼，我旁边应该有人，哦，这是这是自己人，抱歉。我想到他叫那么大声，原来是自己。有人跳下去了，左边。高处被压制，这样就打不到了。对，因为他会把头整个收缩下去。有人跳下来。嗯。我还是敢下来，我敢烧。下去。你后面，你后面，车子，绿子，粉爆，爆，阿卡西，开枪啦，不用敲的啦，你跟王护干干嘛啦？不是，他不说领袖已经被打死了，我就以为他是小的，我这边刚写的领袖已死亡，他不是领袖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啊，因为我这边写的脸就已死亡啊，我看他没有任何标示啊，我看他看不出标示啊。好，变得够了。爆头三万四。对，后面来了。像一样的位置。另外一边。这个狙击手啊，还想上来啊？自爆兵鸟，靠！我没被烧到。有啊，他有被烧到。他底下跑过我们没事。后面有。哎、欸，旁边。哎、欸，旁边那个洞。后面。王在我们后面。啊、再比前面那个有逻辑，好。哎好像走旁边，有人要给吗？他们都会走这里。我下城区。哎、欸，看这边的好像。
留一项给我。不要给完了，给个五十就好了。给一起一起，等一下我看一下。我好像。这是什么区啊？完蛋！直接在这里看，是西下城区。我要五十。西下城。给完了吗？没要吗？没有。还要给吗？他还有不少、啊，我只给五十个而已。没有西下城区了。那个进地图看比较准。对啊。是因为他区域什么？进那个不知道为什么都看不到。区域。感谢するよ。これでしばらく安心だ。两件装加一个大箱，两个装备箱加一个大箱。正常都是，哎、欸，不是，没有枪箱哦。没有。外面是不是有枪箱？我等下找一下，可能会。包包。我记得好像有，藏在哪里？谢谢。来不及啊。金枪 F A L S A， 突袭步枪、哎、又是那个，还有 F A L 对哦，突袭步枪。可是问题是这一把子弹真的太少了。要那个配件，那可以给我啊？要吗？那我给你、啊。我觉得那把枪还蛮好用的。你是觉得好压是不是？嗯，我稍微好压一点。我刚有一把也蛮好用的，开了20，你要。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个的，冲锋一点。不要这把，你有给我 M4， 拿 M4 就。哦，对，说 M4 比较好用。我不就喜欢 M4。仅用 M4。对啊。收起，我靠！啊、哦，你的装甲每耗损5%，增加100%暴击伤害。10%吧，100。看错对，每耗5%加10%，都要吓我，我怎么会反？不是啊，问题是你耗个50%，他就直接加100%了，是没有错、啊，可是很强哎、欸，很危险啊！你是狂战士是不是？你要把装甲全放？狂战士没有装甲，我、欸、这里有那个工艺品，拿天平的女人，收起武器时提升10%的武器枪速度，这东西就还好。一瓶，我比较喜欢叠加，就是会加到。都是商品耶，都个。我现在知道了啦，我们自己的运货好像没什么，就是敌人运货就是我们打他们就会掉彩。啊、哦，就是你攒得收集资源就可以直接去封对方的。只是那个运输有金子，还有重装资源运输小队，太忙。嗯，哪儿？这有国土战略。哇，摔到！打架。包，那个在哪里啊？哦，在右边，毒害小巷。毒害小巷。哦，毒害小巷。会中毒。良心的人。没良心的人，为什么要毒害小巷呢？真的。你讲好像中国光正明君、欸。那个香香。哎、欸，哪里啊？啊、我知道你们跑哪里？上面啊！不是，我是突然间在。所以我说阿光你是中国的。你在中国的。在中国，你全家都中国。哟、
你这个中国光。你妹在中国。又我妹了，你是多么想拉着我妹一起去中国？并没有。那你每次都提我妹。不能这样讲，很多人都说你妹啊，甚至有问候更大辈分。应该刚刚有个问号吗？哎，没到。有吗？没有吧。有啊，里面有个问号。这也可以进来啊？要干嘛？哦，那里面有个任务吧？你们没有吗？不能进去了。不是，就哎，你们走去那边不是有那个养蜂人没有吗？有吧？没有啊。有。可是我看到有养蜂人这个任务啊。可能我们还没开到吧。我这边没有啊。哦，你就这个，不是啊，那个任务口在另外一边哦。之前入口你要从另外一边哦。你走这边进去不会触发，要走另外一边进去啊。这边是出口，好像是吧？算了吧。那也进不去啊。那个你要从那个啊，你要走到那个、欸，他的那个你要走到那個，对，他一定要走到门口触发，他限定，又是射击练习，他的门口在27的那边哦、喔，来玩玩看吗？我爱偷钻，不是我爱偷钻，这一万多经验值，你开玩笑，哪个东西训练了？这里超好打的，这里超好打，这个点超好打，还赚，现在是谁啊？谁没有就定位？要来这个。谁泡枪啊？拿中间为什么有个靶？打那么多枪没中？打就好了嘛。我瞄到哪一个字掉了？干？不是。啊，失败。什么？他每次他的滴都不会停哎、欸，他是从头直接扭。他的那个倒数都好像没有停这样。所以他是要在时间内打掉，是不是？对，时间内把我要打上面的，要再接一次。那个教练在哪里？欸、我跟他讲话，就定位，我要打上面那一个。倒数有停吗？没有，他倒数没停过。这其实是什么？他这么多人是把我们当做，还是这么多人的情况就是要在倒数完出发吧？生物破坏。我觉得还是会失败。喂，花的。最后一次升起来就是，不行啊，不行。他这个好像只能失败三次了，再一次就没，应该是办不到。我还懂哎，我不知道还懂啊。看不懂。人家分配哇，起雾了。有啊，我一直在打上面那个。他是每次秒数都是每次算的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多人的状况下变成说他的描述，对组队的这个叫 bug， 他一直在逼，一直在逼，然后就可能时间就算到了，很小，算了吧，没有也赚到啦，我们基本上失败，对啊，有拿到一万多经验，成功也是拿一万多而已，而且训练结束他们人还跑掉，你们都走了。你还想打、啊？你要挑个箱子啊？哎、欸，他没有箱子哦。箱子吗？哦，有，我看到紫色的。哦，这长，不能说长啊。这是很立体耶。这是我拿国土，真的是国土跟那个叫什么？好的，休息。跟感染区域真的是会死脑细胞那种。我觉得我刚刚好像死掉了。你就在想说这里要怎么过去，这里怎么过不去，路在哪里，然后绕了一大圈回来。我刚刚跳下来，然后有听到噔，就是死掉的声音，然后可是我没死、欸。杰洛特才会从那个距离跳下来死掉。我是从最高点跳下来的。他当猎人的时候都不会死掉。他平常不会死，膝盖脆的跟什么一样？就跟那个跟他经历。Hey Yoko。加的给你。
是要多少？啊，我在看教育点在哪裡。还在射击教练啊？没有啦，早就走掉了。对啊，我说那个标点啊，我看到射击教练旁边有标一个。那是我标的啦，那是我刚刚吧？哎、欸，不是、哦，是我标的。对啊，不点谁？靠近吧，我猜。哎、欸，这里国土战略局各位 ，Hello。哎、欸，你们怎么跑出去了？这里啊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看到？不是在这吗？没看到啊。你看门，看门，看门，看他上门。他没标点啊。哎、欸，不对，还是你们没有踩的吧？我记得这里有国土战略局啊。有啊，哦，真的、啊。这路不能开。你哎、欸，你去。欸、你去那个安全室的时候有没有去点、欸？有没有去点电脑？啊，不对，安全室靠啊，靠校区的电脑，忘了叫你们去点。校区有电脑，校区有电脑。没关系，你就待这里等我们。有啊，我有点啊。我没点，没点，我要先去。那你穿回去。哦，我还蛮后面。那个入口进去靠着左边走，就是你穿回去的时候左边那哎、欸、是左边吗？每到一个点要去收印点。对，没有这里真特别玩法，就是它是 FPS 型的 RPG 啊，你就这样想就好了。不是这一区是唯一没有那个安全避难室，然后所以他是把电脑藏在那，他是放在聚落吧？对，对，校区就是校区里面，还有一个硬碟。你传回去之后往前走左边，好像会走进一个像死路的地方，然后那你在等 low 一起暂时放置中。你也可以打到等级超高，然后害他。没有，你开地图，你开地图会看到，你开地图会看到。然后 low 就会干，为什么我被射一下就死了？在配对站那边，我刚打开了，应该是对的。你有看到吗？哪里啊？我标了，你有看到吗？好，我看到。那你标到里面进去。因为藏很好，我一开始没找到，我是先找到箱子，才知道有那个人，有电脑的。看他是这边。然后你在那附近找看看，桌子上就有。这样子看起来像在一起吃，蛮好笑。中间那一带，桌子上有，不是箱子。看到。我是标箱子，因为那个东西不能标。啊！第一块有这样做，爆破子弹，什么时候开的？干嘛？跟朋友一起玩好玩吗？建设已完成。天哪、啊，好吵、啊！拍手在哪里啊？哦，我的拍手在这里。以上最吵的。啊，怎么了？吵死了！等一下，干嘛？算了。这样你要干嘛？不是，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奖杯，其中一个奖杯是开启照片那个拍照模式，拍到四个特工。哦，来啊！超诡异的。就怪他当摄影师是不是？你要拍到四个？没有，要这样啊。为什么要做自拍？不是你要照片模式耶、欸、可是照片模式好像不能用。我知道啊。要按超快有没有？好像按不起来。按得到吗？哇，按不到。他光开这个就超久。为什么李优可以一直摆着那个动作？那个是那个啊，剪刀石头布。哦，那个是剪刀石头布哦。我想说他，我以为他用那个。我要用其他动作。好烦的，不要一直在我们面前跳舞。
给你们拍完了没？怎样？没啦。你可以跳得很潮，我也可以跳得很土啊。没有，我没有得那个，只能帮你们拍拍手。阿光那那个相，也不行哎、欸。我的这个叫。我在拍照模式，我不能做任何动作。对，不能。拍照模式不能做。好了没？好了，我好了。顶多所以说动作是要别人做，你都别人做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修怪，你跑去哪里？我以为你拍完了。看，我正要拍下去，然后你就跑掉了。有了，流传后世。拍到什么不重要，重点是。但是超级丑，这张照片超级丑，我还冲他笑。所有人都随便面向方向啊。打掉，直接让自拍可以拍照的。对啊，就那样比较有趣。对啊。Mr. Right 九八九现在就是，现在要跑哪边？我的还在飙射击训练，奇怪。太射击训练了吧？他非常想回去打赢那一场射击。很奇怪、欸，都没有赢过啊。有啊，你一个人都会赢。哇，我看到有人被炸了。哎、欸，有敌人。跑掉。好啊。哇他竟然不怕我！我想说他应该会怕我啊，就他竟然不怕我，好扯哦！过来，不，你的右边，好，两边都有人要救，因为我也不敢绕出去。对啊，奇怪，他竟然不怕我，哎，好扯哦！又来了哦！已经很难活下去了，不要拿命来换命好。哇、好，对不起。你是把他的 MG 板拆 ，MG 板看见我。不要动。哇，上面，那上面怎么有人？我靠！哦，现在是你。可恶！怎么这里有人？躲。我还以为是狙击。欸、他掉警钟啊！我这边什么钟都没掉，我什么钟都没掉哎、欸！你们运气真好。背包，哇！我有金色的包包。你们这些欧洲人，好扯哦！什么塑胶袋？哪里呢？我要看。长怎么样？它丑爆！它上面还有塑胶袋，得嘞。那应该是胶带，白痴哦！胶带把包包粘起来怎样、啊那個？那个东西应该是上面的，那应该是用来防水的那种。告白呢？包包也太丑了吧！被丑死了！以防弹背心好啊，他那个消失了。我手上有枪吗？好恐怖哦！我好怕突然出来敌人，然后目标附有外修复和治疗效果持续六十秒，150%。干，还要更少零。哦，我好想装两。背包一个比丑的、欸。我手上有枪吗？你手上有枪？有。有啊。有。看没？你看不到是不是？你看不到枪。显示没有枪。Jeff 沙卡西。攻击枪。哦，你开了，这个任务就这任务。养蜂人，
这个任务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很好笑，那个门已经打开了，然后我就这样走出去，走到最里面找不到敌人，然后再走出来，才发现说他要我做开门的动作，对一扇已经打开的门做开门。備品室へのアクセス解除。嗯？你接着播几次？啊？等一下，我底是啊？解锁补给？不是，突然跳个已解锁补给室，我们又不是打据点位。这什么 bug？ 就算是已经可以用其他据点的，可以去开其他的，也不是这样显示才对啊。总不会 NPC 自己打赢的吧？没有啊，我就看我看，没有啊，你自己打赢啊，不是我们打赢的、啊。上啊上啊！对。我要玩文技能全新楼梯吗？红旗低啊，不是啊，夜之水。要打你们开吧。我把技能，等一下我看一下有谁，哇，都是雾哎、欸，那我开枪哦。停停停，那我再换回那个，一级枪的啦，我想把他开枪，哎、啊，他跑掉干。我是想那个守那个，我讨厌守榴弹兵，榴弹兵，因为不知道伸手榴弹还是太雾了吧、啊，他们躲到那个后面去了，快了吗？你要知道在哪里，是不是？可、欸、可是我扔，我如果脉冲，马上就被发现、那個。我让你看这个距离脉冲少到少，太可怜，出来啦，就一个路闯不出来。他、啊、距离在哪边？你在桥下，都在下面。不是不是，上面。左边，左边，距离在左边，走出来了，最左边那个。哎、欸，他爬上去了。啊。没事了。因为没办法直接飙啊。开了是不是？嗯。太爆了。蹦。发现。蹦。跟那个炸弹兵的样子。探头啊。不不不不不，他的那条路会发疯。换，他刚旁边有一个。知道我在哪吗？他躲起来。医疗兵，孤血。我干！哇，傻小，被傻小打到。救救我！狙击狙，应该狙击吧。可是我没有看到亮亮的点哎、欸。对，我把医疗兵先打掉，狙击在哪里？我干！这里是手、欸、手榴弹，榴炮。好，我看到他了。干！靠，我怎么飞下去啊？哦，蹲着。先补一下。救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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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奇怪，你的护甲怎么没有在补啊？是我死掉吗？对对，你死掉，你的那技能会那个。助けて，他没那狙击。好，看到。对面手榴弹跟狙击啊！狙的。我那个上来。操，这是九等呢。好，哎，好，然后他，你看过来一点，快点。拿着盾牌站那么高，冲他小子！可恶的！榴弹反，我在换弹。我干！他小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好痛！骨兽打的、哦！我靠！他那盾牌把那个挡住了，不掉。
下半件装，亏。这场地下雨怎么这么痛啊？完蛋了，接下来太雾了吧？对啊，下来就更雾哎、欸，上面还好，下越大、这个。这场地下雨，等一下会麻烦，就是不能离地太远。出口啊，好酷啊！对吧？对，这边是出口啊，换被封起来。这里有为什么里欧前面的标志跟我们不一样？这个我的标志在这边啊，要下去吧？对，要下去啊。啊，那等一下吧，我有一件装备还没进，哎，两件，对，两件装备。太雾了，天哪！等个十五秒，我要把脉冲换掉，这东西真的扫不到人，别闹！你说自己本身的那个吗？自己本身的25公尺扔出去了12公尺，不要。结果反而扔出去了，还我觉得还好用一点，还比较有机会一点。对啊，而且扔出去它是一直扫啊。我刚想说帮你扫狙击啊，实际上什么都扫不到。以前是超是距离远很多，好，我选好了，下去吧。OK 了吗？你们两个现在准备谁先下去对？然后我准备把身子打断掉。我们家手很酸哎、欸，怎么还不下去啊？我准备把身子打断掉。变成直接穿过袖管。这里蛮麻烦的，我单人。他躲在这个里面啊？对。他躲在公厕里面。他被追查。讲话就开了、哦。开了，开了，好险！又出大太阳，我也看不到。哦，这场地真的很差。有多烂呢？不是出大太阳，结果那个他干怎么上不去？他的环境设定，你有在太阳光中看不到那个。拿错枪！他拿着刀，靠！大砍刀！哇！干屁啦！我的血一瞬间就剩下那个一格加那个。不是，你知道他？不要后退一点，等一下，我过去。他瞎杠那么远，然后我被打喷血打倒是傻小。不能说这么远哎、欸，靠腰。榴弹兵头上啦，那应该从头上打的。难怪躲掩体没什么用。那这好亮哦、喔。对啊，不能站在地方。不要射他，不要射他，让他探头，让他探头。不用，我已经在旁边了。好、哦。靠！好有子弹放。干！奇怪，出怪怎么那么快呀、啊？不是他们用跑的下来。哎，不是，刚刚就剩那一只不是吗？然后我上楼打死他，刚刚跑而已。他跑超快，然后在那边砍人啊。他上面写我是被丢直兵杀死的，应该是其他的枪。我被突袭兵打27000。对啊。他打我36650。撑住5秒。36650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那个。啊干。Overkill。我来了，先把那个人干掉。他好像不理我，我先救你好了。人在哪里？靠！哎呦，还有一个在上面，好枪！怎么看不到他的头？哎，另外一边喽，后面有，后面有。不是啊，他躲在那边。
靠，对啊，他还想不想活啊？不想。我在保护他、欸，哎，他会死吗？会，他会死。对，我们没救，我们没有救的话，真的会失败。有个金蛋跑去打他了。他们都看不到人啊，白痴！不是、啊，不要看我卡位置啊，白痴啊！可能会出金色，那个右边上面有个平台，那个平台也不错，他们爬不上，要爬很久。不肯探头，这位不肯探头。啊对，有一个，给波。哦，有金色，有金色，重装。啊，炸裂！这个重装在哪里？没看到。哦，我看到，在那个推土机旁边。放你旁边，小心。那个，你有理由，你有理由，离你很近。看到，看到。完了。我干！我操！三小。怎么了？啊！不是被什么打到？秒杀。听起来像，听起来很像散弹枪。对，他拿散弹枪，干那么远。站那么远，拿上去哦！旁边还有一只，旁边还有一只，白痴哦！散弹枪那么远，啊，我怎么做不到？谁的萤火虫为什么这样飞？有救到吗？欸夸张了吧，那么远！干什么？一直响的东西，太扯淡了吧！萤火虫啊，萤火虫的那个，不是哦，嗯，老师，反弹枪的距离有这么远啦、啊？干，有了，一代就这么远，那个一代就这样啦，那个叫什么？反正枪的极速速射击，然后一级枪的射程，不是啊，那萤火虫那根怎么那么大、啊？对啊，然后一直在哔哔哔哔，所以我刚才问你，我说他会有身上有那种。哎干！有东西吗？我的降掉了。哦，是哦，那就先不要开，我看到箱子。看到。哎、欸，我整个 PS4 宕机耶，跳不出来、欸。PS4 宕机是怎样？它就整个 PS4 卡住啊。嗯 ，PS4。它现在整个画面就整个。我连那个跳都跳不出来、欸，怎么办？我也想象不出来要怎么关、欸。这个是重开的吗？枪啊，这边有箱子。两个，这边是重开吗？我怕它死机、欸。三枪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知道你现在知道怎么办？不会吧，因为不是在安装什么东西啊，因为游戏中错误啊，不会那个。对，三枪，两个枪一个防具的样子。两枪一装备。所以他们是从哪里出来的？不知道。那个门吧。欸、大哥，为什么他不让我重新开机啊？显示离线。我看你连线已中断。因为我没有印象死弹知道什么啊？压住，诶、欸，是压住电源键吗？强制压住五秒还是几秒重开？是不是 ？PS 会自己重开？忘了，就是有点像手机的当掉重开那样。